准备我隔壁王妈给我送来的各种食材，肉丝中放生抽，来点淀粉，用你的性感小手给它抓裹均匀，锅中油热下肉丝，另起锅烧油下蒜苔，蚝油生抽老抽盐白糖调味，加入肉丝，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，蒜苔炒肉就制作完成了，简单易学，学会双击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先捞一口。